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龙冠第十七面倒数第二行，在这个地方青年法师给我们提出舍城观法，这个是天台家修行重要的纲领。前面四条啊，第一个观不思议境界，第二真正发菩提心，第三善巧安心之观，第四破法变。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今天我们从第五条摄通色来看起。苦集十二因缘，六臂尘沙无名为色，色就是阻塞，是障碍。阻塞什么呢？阻塞我们智慧，阻塞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力。自信本具智慧的能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有障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天台大师将世尊所说的归纳起来告诉我们，苦是世间的果报，集是世间的意因。这在四谛里面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在此地不能讲得太远太烦。色通色主要是从四谛上说的，十二因缘是缘觉，也就是经上常讲的辟支佛，他们所修学的法门，从无明缘起行缘始，一直到老死，总共十二条纲目，称之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有因有果，果上是没有办法断的。十二条也分配给三世，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因缘
我们没有能力超越时间，所以过去我们也用不上力，未来是指来生的，实在讲也用不上力。真正能够用力之处，只是在这一生当中的因果啊，那么就是当中啊，这个八个纲啊，从食到爱去有，前面五条是属于果报，所以真正能用功，真正能在十二因缘里面断掉一条的，那就成就了。实际上能断的只有三条。爱、取、有，就这三条。爱是迷惑，我们讲惑业苦啊，取跟有啊，都是属于业，果报是苦，所以我们能够下手之处，就是从惑业上。如果人能够把爱欲断掉了，这一关看破了，事出事发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只有真正彻底看破，才能够断惑，断惑正真。这一条很难很难，上上根人所修的，取就是取舍，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失，像世间人常讲患得患失，这叫造业，取也是染著，佛法里面常讲着相，这一染著呢，必定就有了，有了什么呢？有了贪嗔痴慢，有了是非人我，这阿赖耶识里头你就有了种子了，业系种子，有是指阿赖耶识里头乐现业系种子。那么既然有了，所以后面就有生老病死的果报，佛说这个道理跟我们说明了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轮回的根本原因，我们了解这些道理，才晓得三世轮回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要想超越六道轮回，这十二个因缘就像十二个连环一样，
你能够破掉一个，它整个就瓦解了。那么佛告诉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破呢？从爱去有。这个上上根人看破，是世间一切理事的真相。所以叫爱欲，它能断了。这上根理智，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在这个地方断不了。那么佛就教我们，从取，从这上断。不取就是不着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们，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从于这个取上下手。那么由此可知，爱取有这三个字不是说的思想，说的是用心的。思想上不能离开你每天要吃三餐饭，你要穿衣服抵御这寒冷的气候，这是思想你必须有房屋遮蔽风雨不是从事上离，是从心上从念头上离，这个不能搞错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随缘，像佛菩萨一样决定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这个就有方法把十二因缘解开了。那么第三种呢，从有上去断，这个也不容易。所谓是为而不有那很高的境界。实在讲的时候，从有上断是哪些人？多半是再来人。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他也有爱呀，他也有取啊，可人家没有有。这个功夫高了宗门里面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呢，那就是从有上断了他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人物济公和尚，我们在这个一般呢，看这小说里面济公传呢，那是不可靠的。如果真正诸位要了解济公长老呢，你在大藏经里面有济公的传记。他的传记分量很多好像是有六卷的样子分量相当多这是从有上断的那么他那个爱
取，那是表演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啊，它是表演，是实性。可是在世间诸佛菩萨示现的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但是我们读了佛经之后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因此我们对于有一些示现的决定不能够轻视，不可以轻慢，因为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佛菩萨，是不是罗汉来示现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也决定不会暴露他的身份，大经里面讲做种种示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觉悟一切众生，无论是示现正面的或者是示现反面的行善的作恶的，你仔细去观察都是在教化世人，都是在帮助世人觉悟。如果循着十二因缘流转，这就色了永远在六道轮回譬如说贪爱取是占有控制占有有是造了业了这个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了，牵引来生的果报这个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我们也晓得，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业多过善业，特别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善知识教导我们，正像《地藏经》上所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罪业。那么我们将来的果报决定在善途说来生得人天福报，实在讲那是很渺茫的我们自己很冷静去反省反省，我们五戒十善修得怎么样五戒十善修得不好，与经论上的标准差得很远，来生人生就得不到了佛在经上给我们做的比喻现在这个得人身的人失掉人身，来生再得人身佛说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沼上土大地土
啊，这是佛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沙土啊，啊，好比是这手上这个土，数量就好比是人参的人参的人啊，他把这个土撒到大地，啊，指甲上还留了一点，还没掉下去。来生能得人参的，就指甲上那点土；不能得人参的，落在大地上的土。几个人来生能得人参？我们自己要冷静去想想，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我们想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所以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不要问人的。自己冷静想想就知道了。肯冷静想想的人容易就想想这个事情可怕，可怕就赶紧回头。回头就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起一个恶念，不能起害众生的恶念，更不能起害人的恶念，念头都不能起，当然就不会有这些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呢？祈求不落恶道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是经上讲的三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教我们的断恶修善，转恶为善，这样才能得人生，不舍人生的。你不肯干，你不能怪佛菩萨，佛菩萨讲得那么清楚，你自己不做那没法子了。那么由此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出来，佛教导这三个目标，第一个转恶为善，就是教我们呢在六道里头能够保住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是佛法教学最低的要求啊。第二，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哪些人呢？是六道之外的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那是专迷成悟啊。超越六道了。最后一个目标，转凡成圣，这是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才算是圣人。为什么呢？戒心。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那个是转凡成圣的啊。下面讲的是六臂，这个就是菩萨六波罗蜜的反面。布施的反面
兼贪啊，兼贪是弊，这是无始劫来的烦恼。啊，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啊，不肯供养别人，我们说的是吝啬。自己没有得到的，总是想尽方法贪得，啊，得到之后啊，又不肯布施，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用布施的方法破无始劫以来的兼贪烦恼。最重的烦恼列在第一条，第二个是恶业，身口意三业不善，造作恶业，这是弊。佛教给我们用持戒的方法破恶业。成慧是弊，佛教人用忍辱方法来破成慧，懈怠、放逸、懒散，这是弊。那么佛教给我们用精进的方法来破懈怠，散乱是弊，心散乱，意志不能集中，佛教给我们用禅定的方法，愚痴是弊，佛教给我们用般若智慧的方法破愚痴。这个六种烦恼称为六地，六道众生全都有。下面讲的是尘沙无明，这是更微细的烦恼，更复杂的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比喻，烦恼太多了，像尘沙一样，我们有这些东西，所以佛讲的，我们全都具足，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心性闭塞，原因在此地。我们要认识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把这茅塞拔除呢？让他能够畅通无阻呢？这个四谛底下两条，道灭修道，道是因的，出世间的因的，灭是出世间的果报。
前面苦是出世间的果报，即是出世间的因。四谛的排列是苦集灭道，灭是出世间的果，道是出世间的因。此地的排列世间法，果摆在第一，说起来大家容易懂啊。我人间太苦了，提起来我们感触很深。苦从哪里来的？讲机下面讲我们怎样去修道去证灭这个灭，佛在经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大般涅槃在此地灭的意思。灭因缘这个前面说的十二因缘，这是色，你能把十二因缘灭除了，就通了就是六道跟十法界通了，跟四圣法界通了就没有障碍了，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正如四圣法界了。那么如何对付这个六弊呢？治六度。六度里面就有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此地用个智？这个字用在此地意思很深，说明没有智慧的人不会修六度佛菩萨天天给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去做呢？没有去做。为什么没有去做呢？没智慧听起来耳边风那要怎么办我们才能够做到呢？多听就开智慧所以这个长时间的熏修就非常重要了佛菩萨很慈悲天天教导我们，时时为我们讲经说法让我们有机会长时间不断在学习我们要晓得佛的苦心佛教学方法的善巧听久了熏习久了不知不觉智慧开了就想去做了认真的去依教奉行去学菩萨道学菩萨行菩萨道是学菩萨的存心真的凡夫
中下根性的这些同学，在六道众生里头占绝大多数，中下根性的人啊，长时间不断熏修啊，会起作用。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我们从小这六种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坚固啊。我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给别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家庭并不富有啊，连小康都谈不上啊，家里没有恒产，土地房屋都没有，也没有积蓄，一家人，我一家人不多，一家四个人，靠父亲工作，拿这点工资来维持生活。所以我们对一切物资都非常珍惜，得来不容易。这就养成一个迁徙的习惯。我小时候喜欢读书，可是我的书本别是送给人，借给人看我都不会答应为什么呢？他借去之后把我书弄脏了，我好不高兴所以我的东西很爱惜我念的书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在书上写字整整齐齐书上绝对不会有叠个印子在上面，那人家借去的时候看到哪里他就叠一下拿回来，我这本书不要了为什么到现在的时候能够这样大大方方布施，天天听经啊，天天闻法了，时间久了逐渐逐渐明了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过来了这个改过来很不容易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老人家对我用了三年的功夫让我觉悟到了而且在这三年照顾也是督促之下，我肯干肯学我尊重老师，听老师的话逐渐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行为转过来了才会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所以他这里用个智用得好告诉我们天天要读书所以这个观经三福末后一条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两句话是相辅相成劝别人实在讲就是劝自己劝别人
人家能不能接受，不必去理会。啊，为什么呢？劝别人实在讲是劝自己。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不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自己听的。啊，什么时候才是讲给别人听呢？转凡成圣之后，是讲给别人听的。啊，转迷为悟啊，还都是讲给自己听的。啊，换句话说，设法界里面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讲经说法，都是给自己听的。超越设法界，证得化身大士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啊，讲经是为别人啊，是利他的啊，不是自利的。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利他，实在都是自利，我们要知道啊。尘沙无明是最难破的了，啊，要用什么方法呢？一心三观，你看看尘沙多么复杂，啊，这个数量多多，哎，一心能对治。啊，怎么样得一心呢？我们净宗的方法是持名念佛，啊，《弥陀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持名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破尘沙惑；心不颠倒，破无明惑。就用这一句佛号啊，这方法妙绝了啊！只要老实念啊，所谓老实，这个里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就叫老实念啊！只要这么一直念下去。自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啊，跟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样的效果啊，所用的方法不一样啊，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同。根据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的，比宗门的成就还要殊胜。为什么呢？他得一切诸佛的护念，得一切诸佛的赞叹，所以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学就通了啊。那么这一段介绍出来了，我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要修道，道是方法，如理如法的修学，放下爱取有，
了解爱取有的事实不可得，那只是个幻想而已。啊，是真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决定不是事实。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啊，说明是你能得那个不可得。诸法缘生，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体，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所得的不可得。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一切人事物，皆不可得。世法不可得，再告诉你，佛法也不可得。所以佛才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法、世法都不可得。啊，不可得三个字。在《大般若经》里面，世尊说了，这上千次啊！一部《大般若经》你看完了，啊，我们记性不好，啊，一遍看完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不可得”三个字会记得很牢固。为什么呢？看太多了，那到处都看佛说不可得。不可得三个字印象就非常深刻。啊，这变数多了。知道不可得了还打什么妄想呢？啊，你们都了凡四训。啊，人了凡为什么心那么清净？啊，没有妄想了，他知道不可得吗？他妄想不可得，你所得到的都是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想不来啊！那干脆不要想了嘛。清净心清净，他那还不是真正清净。啊，所以我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说，了凡先生是标准凡夫，那我们都不够标准，他是标准凡夫。啊，为什么呢？随顺命运走嘛，完全不能改变嘛，续命论嘛，是标准凡夫。那么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要放弃对事出事法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从这里下手啊！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你要不肯舍弃，你这一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色堵塞了，决定不通的，那你还会有什么成就？你学佛法凭着你聪明伶俐啊，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将来该堕三途还是照旧堕三途啊，轮回六道还是照旧轮回六道，你有什么成就可言呢？啊，这个一定要懂得从哪里下手。
要深入经藏，深入经藏，对于我们现前来讲，一门深入，一部经呢，深入啊，发掘这一部经里面所藏的义理，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这一部经的义理，要是被你发掘出来了，义经通，一切经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样样都通达了，这点很重要啊！绝不是的，这个深入经藏，叫你去搞大藏经去，那你一生也搞不通啊！所以深入经藏啊，是你选择一步啊。选择哪一步呢？在理论上讲，任何一步都可以，因为法是平等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任何一步都一样。可是我们要一定要考虑自己文化水平、生活程度啊，这个生活状况啊，哪一个经典，哪些法门，我们修学感到方便啊，不太吃力，障碍比较少，这就容易。为什么这个末法时期往后还有九千年，诸佛菩萨都占净土啊，我们讲无量寿经跟其他经典做比较呢，确实无量寿经容易啊，念佛法门方便，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一句佛号，没有任何障碍。有同参道友，可以在一起共修；没有同参道友，一个人老实念，也能成功。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家人不念佛，你念佛人家讨厌，我不出声，心里头默念，也没有障碍呀。这个法门方便啊，这个佛号怎样能念得相应？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放下万缘。眼不贪色，耳不贪音声，舌不贪口味，乃至于意不贪诸法，这叫都摄六根。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梵文文字性，
啊，他用耳根做做个比喻，啊，耳是闻外面音声的，不闻外音声，收回来，啊，收回来是闻自性的，自性的清净寂灭。啊，然后是净念相继，啊，净念不怀疑不夹杂就是净念，相继就是不间断，啊，那么由此可知净念相继跟度摄六根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今天这个净念相继为什么做不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我们没有能够收摄六根啊，眼贪看外面的色相，耳贪听外面的声尘，所以你的功夫不得力了。啊，这个六根还望探圆外面的六尘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啊，明白之后眼放下色尘，耳放下声尘，鼻放下香尘，舌放下味尘，啊，身放下粗尘，意放下智尘，六尘放下了，啊，然后净念相继自然就成就了，你功夫就得力了，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啊，所以能修六度是智慧，一心三观那更是高度的智慧。这个样子我们才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啊，通如来的果地了，啊，不仅是菩萨了，通如来地了。这个第六一条啊，道品调摄，这一条不能细讲啊，细讲占的时间太长。道品是指什么呢？三十六道品，三十六道品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弥陀经上说到莲池藕益大师的注解长篇累牍啊，说得非常微细。无作道品，这是分配在四教藏通别圆，五座
四谛，无作三十七道品，都是属于语言教。啊，所以三十七道品，天台大师也把它配在四教啊。我们通常都以为四谛三十七道品小乘修的，啊，天台告诉我们，啊，小乘所修的四谛生灭四谛，小乘所修的三十七道品生灭道品。啊，是的，四谛三十七道品啊，贯穿整个佛法。啊，那么讲到最后的无作是语言教的啊，无作四谛，无作三十七道品，啊，这是大菩萨们所修的。夜夜调停，随意而入，啊，这个就是随着这四谛啊，这个四教啊，随着四教啊，那么随顺四教，换一句话说，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啊，它是藏教根性，就用藏教的方法来调。通教的根性，再用通教的方法，啊，别教用别教的方法，语言教用语言教的方法，意业调停，随意而入，啊，都能够切入啊。啊，那么这一段我们虽然没细说，实际上。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自始而终全都包括了，啊，四教根性的众生，以及调停的方法，都散布在这一部经之中。这个经总共十三品啊，我们在这个里面都能够学到啊。摄乘观法了，从第二到第六，这个下面诸位能看到，这是中根的人我们现在大多数同修都是属于中根人，下面末后四条是对下根人说的，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啊。我们虽然说是中根，实在讲下根修学的方法我们还都没做到呢。第七，对治助开。若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须修四助。啊，这个底下讲呢，为五停心、六度等。这个要真干呐！提上这四个字，幕后这个开，开始开智慧呀。我们一般讲开悟啊，啊，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智慧？
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事情重要。是正道，无论你所修的哪一个法门，主修的法门就是正道。我们今天修净土，净土三经，现在讲五经。五经当中任何一部，我们选择出来作为一生主修的，一生修行依靠的这部经论。现在我们多半选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原理不开呀。究竟圆满的道理我们没办法明了啊，为什么不明了呢？多障，障碍太多了。这个障碍来自无量的妄想，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所以我们虽然修学，依旧不能够开悟。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教给我们，一定要在事上去修学，帮助我们开悟。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五停心六度的那么，这个总纲领上讲啊，就是看破放下。我早年学佛，这是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他老人家就传授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比此地讲的还要简单，还要扼要。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很有效果。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广，就像前面讲的，随意而如，我们能够理解多少就要做多少。渐渐深入，我学佛到今年47年了，这个看破放下的意思越体会越深，越体会
越广，广无边际，其深无底。我们才尝到多少呢？要不断的认真努力精进，看破跟放下相辅相成，看破确实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更看破一层。可是你要不肯放下，你所看破这个层次也就到这为止了，不能再提升。那么看破一层呢，那一层赶紧放下。如果不放下，你这个看破也是止于眼前的境界。我体会到当家大师教给我这个法门呢，是一个凡夫从初发心到无上道，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所用的方法，这方法虽然是无量无边，这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总结起来就是这个纲领。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要用世间法来讲的，看破是学问的。放下是真实功夫。智者大师举五停心，这是天台止观里面的教导初学人，而智者大师非常谦虚他往生的时候弟子们请教他老人家你老人家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了你的品位到底有多高大师非常谦虚，因为我临终所以只证的无品位，无品位就是五停心观，这位置不高啊，凡圣同居土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他说他因为临终操心要管事他是个道场住持所以对于往生的品位就牺牲了，舍己为人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他要不临终不管这些闲事，品位就高了决定不是无品位。诸位想想这个话什么意思现在的社会竞争的社会
世间人争名利，出家人也染上这个习气了，也在那竞争。你要是争到手了，能不能像智者大师一样无品位往生呢？换一句话说，这个里头的含义深呐。智者大师决定有把握往生呐，品位低一点没关系啊，有把握往生啊。如果我们连往生把握都没有，去争，争到之后，自己还继续搞轮回，甚至于不幸的躲三恶道，那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真的不如那些老太婆、老阿公啊，一天到晚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名望也没有，人家念佛往生瑞相稀有，他真往生了。所以智者大师表演给我们看的，那是很深刻的教化，我们要能体会。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二次大战的前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一些大德居士们所写的一些文章，感觉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多，灾难太严重啊，劝大家老实念佛。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之乱，灾难之多，比50年前不知道增加多少倍呀！可是我们看看，有警觉心的人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多，由此可知，现在这个人心越迷越严重，迷惑他才造业嘛，迷是业气障缘的根本，那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呢，也就能体会到了，在那个时代教导的人多，说法的人多，修学环境比现在好，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还多啊！现在这个社会，谁教你？没人教了，没有人讲了。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明文理呀，都是五欲六尘。在这个里头做活计，你说怎么得了？天台教观的根本法，我
们过去讲《弥陀经》的时候也很用心地讲过，很详细地讲过。从哪里下手呢？要从四念处下手。四念处是智慧，四正勤是戒律，从四念处上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从四正勤里面我们有一个正确路离的方向，从四如意足里面我们觉悟到心安理得，这是通途法门呐，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基础，我们读过，也讲过，但是修学不得力。真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正道多障，原理不开呀。虚修四柱啊，五田仙六度啊，距离我们还太远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表上来一看呢，我们哪里是中根呢？实在讲是下根呐。不但是下根，下根里面的下根。人家下根的时候从五天星六度上着手啊，我们还是做不到。那个水平还要往下降，降到最低的，不能再降的了。给诸位说，就是《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福，这最低的，没有比这更低的了。三福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没比这更低，是最低的，这比五天星就是低很多了。我们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啊，那就没法子了。今天孝道、师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诸位要晓得，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孝亲尊师。我们今天要提倡，提倡要从自己本身去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现在社会上人齐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知恩报恩呢，如果我们说出来人家笑话了，哪里有什么知恩报恩的，恩义没有了。现代人只有利害，有利朋友，没有利就敌人。
这是什么社会？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法。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所以真的要从孝亲，要从尊师，要修十善。从这里下手。这叫五乘佛法，人乘佛法了。人都做不好，其他的不要谈了。一定要拿出行动出来去做。要认真努力去做。做不到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心，念念不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去做到。我们护法的恩德，我们晓得护法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护法，我们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韩馆长护持我们30年，我们在他家乡建一个华藏图书馆，就纪念他的，知恩报恩呐。我生长在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我们离开家庭，学校老师照顾我，老师的恩德在我一个人身上来说超过父母，受老师照顾的时间多。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要在过去念书那个地方建一所中学纪念老师的。那时候的校长周邦道先生，他的别号叫庆光，就会建一个庆光中学纪念老师。我们要真做报父母恩，报老师的恩呢。不是口里说说，口里说说是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缘，机缘，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机缘，就要拿出行动出来了。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落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